无聊怎么办？没有事做。我是 Mira， 今天就是中秋节的年假第一日。咁样咧，身为外国人的我咧，其实不嬲喺中秋节咧，我喺韩国系冇嘢做嘅，所以今天咧都谂住拍下我今年的中秋节是怎样过，同埋睇下首尔有啲咩做咯。喵，参加到我做过未？跳。嗨，嗨，안녕。我们今天。中文吧。哦，可以啊。可以吗？最近我的中文提高了。为什么？因为我开始一个打工，是在免税店啊、marketing 的工作。啊、所以现在中文，好像真的有进步，我觉得。嗯。好，那今天就是一整天讲中文挑战 ，OK？ 嗯，可以啊。好。有杂茶，苏加 milk tea。果汁奶茶。喝。有杂茶。喝。喝。马西的喝。奶茶。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们去文庆宫。哦，景福宫的附近。景福宫，走路十分钟。然后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有什么可以看？就是中秋节才会有的。韩国传统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下雨，哎，雨下很大。我们过了啊，过了过了。啊，匹马你无能的，雨很大。他不让我买雨伞。别看，全部人都用雨伞。뭐하는거야？没有雨伞可以啊？不可以啊？因为我是真男人。我不是啊。那中秋节会玩这个吗？我好像试过，就是要丢进那边，是不是？很难。很难吗？很难。那你试一下。失败。等等，방정입니다。没有，因为我第二次有点难，因为我不是韩国人嘛，韩国人可能是从小会这样子，可是我不是。韩国人也平时不做这个，对吧？我不知道，可能你有做。我不会这个，这个很难呢。哦，对，差不多，就是有一个重的东西，然后是羽毛的。越重越简单，但是对对对，这个不重。十下。拜拜。哦，잠깐만，잠깐만，이거。哎，哎，它有点奇怪。안날라가。안날라가。어。이거봐。에에아니다른거바꿔。되는데그냥실력이안좋은거아니었어 여기에你要放什么？是这样子的吗？你确定？啊，你确定本来是这样子的吗？确定。不是放这个的话，就放一些钱。啊。과연오오좀하는데열개야오我不会，等一下。두개만해보자두개오케이这是韩国传统的游戏，叫공기。小时候做的更好。所以现在呢？因为我的手很大。啊，对你有对耶，那我也应该可以 OK。哎，我跟你差不多，我的手。几个你干？哦，真的是。好。我走。等一下，是这样吗？直接这样吗？然后，而且手很痛，他们打不倒。啊！안돼！야한개를못해이것도不会。오！오！멀리하는게좋아요。예！야！뭐하고있어
韩国真的很多这种宫哎，아니아니여기없다없어这边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让你玩的东西，但其实比想象中的小哎，其实没有什么玩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事做，很多店都不开门。但是那个盐高的那个地方应该开的，大部分的店都不会开，都会休息。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避雨，所以我们才停在这边。我之前的中秋节我是去香港，去年我好像在台湾，因为不知道在这里可以干嘛，所以你们家还是会买那个松饼来吃。最近的样子就是买的。哦，以前是自己做的。以前大家就都来一起做那样松饼、煎饼这样的都一起做的，但是最近没有做。哦，难怪，因为昨天我有去超市，超多人，然后很多那种煎的东西，然后很多水果。因为我妈妈也很麻烦啊。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韩国朋友都是不再过中秋节的，就是他们中秋节或是新年都没有事做，都很闲。好像蛮好的哦。中秋节、新年都是只约了休息。是因为我们家也是不过节日的，哦，是吗？所以所有的节日我们都在家里，就是睡觉休息，很好。跟香港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中秋节会看月亮，然后吃月饼，有些人会烤肉，家里会吃团圆饭，就是跟家族全部人一起吃一个饭。然后之后就会出去，然后会可能烧那个蜡烛，虽然有点危险，所以现在其实也不提倡这样做。然后灯笼有那个灯笼，韩国有那个带着灯笼，然后这样，然后哦，所以就是拿着灯笼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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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玩的东西。什么鬼啊？也是外面做的，那个几个人一起这样牵手，然后这样这样子来吧，然后什么意思？没有，好一个呢。我这边第一次来过的，是哦，比想象中的没事做。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来之前有搜寻了一下。我跟你一样，在首尔可以去什么地方，然后就找到这一个，然后我们其实刚刚还蛮期待，结果一进去发现什么都没有，有点小失望。中路三街在前面呢，我们今天也可以去一下익선동，看起来很好吃哎，但其实我不喜欢吃松饼。你喜欢吃吗？可以啊，不是太喜欢的，我觉得很甜，我不喜欢。这边对吗？感觉很多外国人，然后就对了，就是，对，前面就是，对啊，就前面啊，一看就是你会一看到的话，你会觉得是一堆很丑的房子里面，然后突然有一区是很漂亮的，就是一上。这边中秋节可是全部都还开门，果然这边是观光地，所以不可能不开门。那你多久没有来了？这边真的超多人的，现在想不起来，很久。是，我是蛮常来的。然后以前呢，这边只是周末的时候才人多，现在是每一天都人这么多。你刚才好中意嘅咖啡嚟噶，佢嘅叶波，因为太太有时候要买这个。啊，现在可能只能回去车上面，中路三街也没有什么好逛的。你说的对。Exxon 因为实在人太多，所以也就是咖啡厅。可是我们刚刚从咖啡厅里面走出来，所以然后也不饿，也吃不了饭，所以就想说，我现在五点呢。我饿。那你吃。那你看我吃的吧。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找餐厅吧。很无聊，怎么办？没有事做。没去故乡，一个人过这个中秋节的人，都我们一样。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差了一点，就反而去过节更好。就至少你可以跟家人见面啊，然后你要准备那些就是食物啊，有事做是更好。我觉得现在没事做找事做是超不得，
好辛苦，我觉得。好，咁咧，但系因为落雨嘅关系啦，我哋本身谂住喺室外行下嘅，但系都系冇办法，所以而家会做之后可能去食嘢。而家5:30，好早啊！好，我们来吃冷面。他说这边很有名，很好吃。这边就是韩一龙，韩一龙最喜欢的仁义洞的饭店。真的、啊。所以其实是看他的泡菜就会知道他是不是好，就是淡定。김치를먹으면好吃好吃。在超市卖的泡菜，跟自己做的泡菜味道不一样。如果我们餐厅的泡菜好吃的话，就代表餐厅的食物好吃，因为泡菜都是自己做的。哇，来了！它超大哎，它跟手一样大。嗯。很简单吃吧。里面都很短，很好啊，女生的话是这样子。太大，잘먹겠습니다。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来了 Starbucks。然后我们一直喝饮料，我们今天第二杯，其实我觉得有点多，可是没有办法，没事做，就是人还蛮多的。我觉得这边这个咖啡店很漂亮。好了，我们吃完了，我们度过了非常无聊的一个小时，因为却没老半夜。我们反正就是现在从星巴克出来。就是觉得中秋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就是像平日一样，不用去过中秋节的韩国人的一天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吃的东西吃了很多啊。对，我们就吃了很多东西。胖你胖你胖你也胖你胖我胖都胖。我们现在有新村啊，跟着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真的中秋时分呢大家都回晒乡啦，正常嚟讲呢度应该要多翻呢啲灯啊，但系好暗，人又冇乜啦。我而家先11:30啫，正常新村唔应该咁少人。11:30，其实本身应该已经系要翻屋企瞓紧觉，但系因为今日难得出咗嚟啦，跟住因为听日又系中秋节啦，所以就谂住见下朋友过下节。吃月饼，我哋而家啱啱过咗12:00，所以中秋节快乐。跟住然之后咖啡又真系冇咩人，有咩大题啊？系啦，嗰啲人好用功喺度搵人算，唔知点解中秋节都搵算。宏大，中秋系唔会影响宏大嘅人流嘅，一样咁多人，净系得呢度咁多人。Olive Young 跟 Daiso 都没开。好，我们来吃 No Brand Burger。最近好红嘅 No Brand Burger。星期六啦，就系第三日嘅年假啦，因为好多铺头都依然系冇开嘅，连药局都冇开。如果病咗真系唔知点算。好，然之后咧，而家嚟到东大门啦，本身谂住咧嚟买布料嗰啲嘢嘅，但系咧完全没开啊，所以中秋节咧呢啲果然系休息嘅。白行一趟，完全冇开，呢个系地铁站嗰啲地下商街。东庙一样，劲多人。所以其实中秋节通常就系、是今次佢哋系连埋礼拜六日咁样，所以系有4日连假啦。星期四开始放，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简直好似死城咁样啦。但系连锁店就都有啲有开嘅，但系香德百瓜就马先生嘅嗰啲就全部都冇开。